皇宫阿哥身穿青服现场走秀，明威明慧，无缝换装，震惊全场。皇室特制卤蛋造型风靡全国，各种雷人造型尽在梦回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梦回中的雷人造型吧。雷人造型一，皇室青服精彩时刻，十三阿哥身穿青服皇宫走秀。不得不说，我们的颜值担当十三阿哥穿上这贵族气质满满的皇家服饰，这皇宫立马就变成了一个大型走秀舞台。雷人造型二，秀女发髻精彩时刻，明威明慧无缝换装，震惊全场。明威同学的这一头黑长直忽然变成了这充满皇宫气息的秀女发髻，还真是让人感叹，女生果然是换个发型就像整了一次容呀。雷人造型三，特制卤蛋精彩时刻，皇室特制卤蛋造型风靡全国，皇宫阿哥卤蛋头型组团出道，这是卤蛋天团要出道了吗？这部剧的最大亮点果然还是我们的卤蛋阿哥天团，想一睹方言的观众们还不赶快去看梦回。